过来收个车，3:40了，在这吃个午饭。今天的天气格外的凉爽啊！现在我们出发，冰洋收一台萌丢丢 2.0T 的哦。雨天大家开车注意安全啊，路不要玩，下雨天。我们现在已经到客户发的指定位置了，现在客户还没到。那我们在这干嘛？等着呗，只能这样子喽。好吧。这里吧。好，这个2014年这台哦，对，一手车哦，一手了，没过户啊。我们看一下车间尾，哎，这车大底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没有，有点小刮，小刮伤喷漆是吗？没有什么大事故吧？你看一下吧，自己看一下吧。好，我看一下，我验一下车间，你去测一下漆面吧，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2017年，这大灯换过哦。烧了，哦，灯珠烧，这边光架没有问题。换了这个大灯，这个是灯珠烧的，所以说问题不大。防撞梁没有见有扭动，这边大灯还是原厂哦。2014年买得起这个车，不错了哦。这里有一点点小渗油哦，但是问题不大，一点点小渗油。怎么样？测完了？还有原漆吗？有啊。哪里有原漆啊？哪个位置？原漆啊。车顶是吗？门也没有问题哦，都没有扭哦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后面车架买的还在的，原厂。这边叶子板的话也没有事。哦哟，这底下有点脏哦，底下有点脏。嗯，没有问题，这个没有问题。这个叶子板肯定是喷漆了，你再看一下。这个应该平常的是你开的比较多哦。对，一直是我开的。哦。这阵子下雨天没怎么洗车。没事的，这个就要这种原汁原味的。12万1公里哦，12万1公里，大概看了一下，所以说下雨了，我们现在找个地方躲雨，等一下再看一下大底的没有什么就 OK 了。现在我们升底盘，你来看一下底盘有没有问题，这里回去要补一下漆哦。我觉得白漆款有点烫，盖板盖的有点严实哦，没有什么漏油，没见有漏油。OK， 这车你报给我的手差不是差不多，材料在哪里？我先看一下材料吧哦，看一下材料没有问题就签一下合同，2014年11月一手哦。OK， 那我们就签个协议。好的好的。就不砍你价格了，好的好的，85,000成交，谢谢谢谢。 OK OK， 成功拿下2014年蒙迪欧 2.0T 的哦，百万黑内，走回去出发。出发。哎，你饿了？我饿了，我考4点钟了。那吃完粉了，吃完粉了，吃完粉得了，那成本要减一下成本。老板有粉吗？粗茶牛腩够肉多少钱？老板一共过来收个车，3:40了，在这吃个午饭。起码有粉质啦。